来到西部建古路，也是无风之魂的消息。前面有路点小休困一下。人客官就位吗？哦，您的生意真好嘛。内面要位吗？不好意思，内面已经客满，外口坐好吗？马虎，请坐，请坐，地点马上就到。人客官，这边这边，是，马上来。这个少年家气势未歹，嘛是人物之才，不过心思定定。是心急。我打起了，我打起了！哎呦，紧走，紧走！五家同笼，回告西部是你自吹西路。我监督。监督的恶毒，天理难容。好，应该为何出手偷袭？该是代表你是魔将队的动物，哦，这声趣味咯。你真准时，我只是多痛苦一次。不错，这次归后你就永远无痛苦。因果之来，就胜得了患。一路同时对上独家两大高手，青龙黄毛球以及两个桥，双方独攻对阵，随技高一丢呢。青龙胜利。今天得了一丝妖魂，一夜所秘诀大集，并令人感受。
欲是经纶眼一睁，我们化为光明了。古今中有鲁宾吧，为公公。悠悠天涯判死刑，紧紧祈求苏明魂，求为诺一条书。不用管恶灵众生，一世经纶再前不死无比，必定终极天命。无价从容，毛雄得意少年，我所我心中将采取什么行动呢？一秒无念的生命空，未见又是什么？毒蛇大水怪，独一路单挑两不巧，以千灵还无救，千灵安然无恙吗？我方多听回首，将会为武林带来何种惊天动地祸根呢？不要又暗中什么阴谋？地对地，毒到毒，剑对剑，佛到魔，连环火气，全部出现。我们的目的是，霹雳多停地高阶，最熟悉的敌人。